对，就是我可能真的缘分尽了，我也尽力了，那他也尽力了，那就结束吧。但我不会觉得他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口，我不愿意去面对他。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视线是不是可以移到左手边呢？我们看左手边迷彩的大哥。有什么不一样哦？就是，就是做自己也不错啊，就是单身也很好啊，我觉得，因为可能更多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离婚了就一定要搬出来啊？不，对啊，就是新的住所嘛。新家是自己买，自己领上。对对对，我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对，因为我平常还蛮孤僻的，所以还蛮偏远。我也在天母那一带。对，天母北河一带山上，现在还有伤吗？现在哦，应该外伤看起来没有嘛。内伤有。开玩笑啊，不是啊，我说应该是没有伤这个问题啦。但我对我来讲，就是那个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，我不会把它认为说那是一个伤害或什么。对，就是我可能真的缘分尽了，我也尽力了，那他也尽力了，那就结束吧。但我不会觉得他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口，我不愿意去面对他。我会去面对他，因为那毕竟占我人生中的很大一部分，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不能讲的。所以不会有什么难过的情绪？一定会有啊，我也是肉，我不是铁。我是肉身。嗯，对。我提的吗？应该是我觉得双方都有共识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双方谈一谈，那可能让退回朋友的位置真的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是啊，我跟你也是朋友啊。我没跟你结婚，我是跟他。你不要乱讲，我直接会试婚好不好？未来的。没有，我就看看吧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对爱情比较没有感觉，现在已经处于是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现在觉得我能够把自己顾好，然后能够开心，就是我现在其实很享受一个人啊，我可以一个人去爬山，可以一个人去哪里去开车去干嘛，我都觉得很好。如果有新对象想追求你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条件吗？条件哦，啊，这好难哦，毕竟我已经43了，也不能再跌倒一次。没有啦，我应该讲说，条件我是没想那么多啦，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把自己顾好就好了，遇到再说 ，maybe 可能10年后也还是这样。